地底下的家吃个菜吧。我要吃菜。你是吃素的。Hello, welcome to Ritatouille, your Chinese English bilingual learning resource. In this channel, we'll be reading your favorite picture books in Chinese or English. What are we reading today? Today, we will be reading The Gruffalo by Julia Donaldson. If you like this video, smash the like button. We'll be posting every week, so make sure you subscribe.And hit the notification bell. Ding ding. Are you ready? Let's go!一只小老鼠漫步在森林深处。狐狸看见了美味可口的老鼠。你要去哪里呀，小松鼠？来我地底下的家吃个午餐吧。您真是太客气了，狐狸。但是不用，因为我跟 Gruffalo 约好了、What? 吃午饭。Gruffalo? What's a Gruffalo? A Gruffalo? 难道您不知道吗？它有可怕的獠牙，可怕的爪子。可怕的牙齿在那可怕的下巴里。你们约在哪里见面呢？就在这些石头旁边。而且他最喜欢的食物是烤狐狸。Roasted fox。再见了，小老鼠。说完，狐狸夹着尾巴逃走了。啊，大狐狸。他难道不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 Gruffalo。 小老鼠继续在森林漫步。一只猫头鹰看见了美味可口的小老鼠。你要去哪里呀，小松鼠？来我树顶上的家喝个茶吧。您真是太客气了，猫头鹰。但是不用，因为我已经跟 Gruffalo 约好喝个茶。 Gruffalo? What's a Gruffalo? A Gruffalo? 难道您不知道吗？它有长满疙瘩的膝盖，外翻的脚趾，还有一颗有毒的油在它的鼻子上。你们约在哪里见面呢？就在这个小溪旁。而且他最爱的食物是猫头鹰冰淇淋。Owl ice cream? Do we do? 再见了，小老鼠。说完，猫头鹰急忙飞走了。呆呆的猫头鹰，他难道不知道吗？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 Gruffalo。 老鼠继续在森林漫步。一条蛇看见了美味可口的小老鼠。你要去哪里呀，小松鼠？来我木头里的家吃个大餐吧。您真是 太客气了，蛇。但是不用了，因为我已经跟 Gruffalo 约好了吃午餐了。 Gruffalo? What is a Gruffalo? A Gruffalo? 难道您不知道吗？它有橘色的眼睛，黑色的舌头，它的背上还长满了紫色的尖刺。你们约在哪里见面呢？就在这个湖旁边。而且它最爱吃的食物是炒蛇肉。Scrambled snakes? 再见了，小老鼠。说完，蛇急忙爬走了。唉，呆蛇，难道他不知道吗？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 Gruffalo。 哦，那这个有着可怕的獠牙、可怕的爪子，
还有可怕的牙齿，在它可怕的下巴里的生物是谁呢？它有长满疙瘩的膝盖，外翻的脚趾，还有一个有毒的油在它的鼻子上。它的眼睛是橘色的，舌头是黑色的，它的背上还长满了紫色的尖刺。我最爱的食物，夹在面包上，挺很好吃吧？好吃？别这么说，我可是这森林里最可怕的生物。你跟在我后面，你很快就会发现，所有的小动物都怕我。Oh sure， 你带路吧，我跟在你后面。没问题。他们走着走着，直到 Gruffalo 说：“我听见嘶嘶嘶 hiss 的声音，就在前面的草丛里。”是蛇。嗨，蛇，你好啊，是你啊。蛇看了 Gruffalo 一眼，我的天哪，再见了，小老鼠。你看，我告诉你了，太精彩了。他们又走了一段路，直到 Gruffalo 说：“我听见嘟呼嘟呼声音，就在前面的树上。”是猫头鹰。嗨，猫头鹰，你好啊，是你啊。猫头鹰看了 Gruffalo 一眼，不，不，再见的小老鼠。你看，我就说吧，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又走了一段路，直到 Gruffalo 说：“我听见爪子的声音，就在前面的路上。”是狐狸。嗨，狐狸，你好啊，是你啊。狐狸看了 Gruffalo 一眼，救命啊，再见了，小老鼠。 Gruffalo， 你现在知道，哎，大家都很怕我，但是我现在肚子饿了，而且我最爱吃的食物就是 Gruffalo 饼干。 Gruffalo 饼干啊。Gruffalo 像风一样转身逃走，一只小老鼠漫步在森林深处。老鼠看见了坚果，坚果非常美味。